第九章，保罗在何事不用自由？我不是自由的么？我不是使徒么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么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作之功么？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在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证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么？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么？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作工么？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？律法不也是这样说么？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，不可笼住它的嘴。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牛么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么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么？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，倒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传福音的当靠福音养生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么？至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么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。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，因为我宁可死，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作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既是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向犹太人，我就作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向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向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向软弱的人，我就作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向什么样的人，我就作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当为不坏的冠冕赛跑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
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